君主，天神国主灵光驾崩了。那天玄都城呢？尚未攻下，魏将军和萧然已经带人去了。 将此锦囊交予萧然。是。公孙，你我在乱世之中，始终做不成朋友。 皇上，我军此番凯旋，本是喜事，为何要叹气啊？南宿的民是民，天玄的民也是民。此番征战，天玄国将双亡，又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。皇上宅心仁厚，只是此事……阿离，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被天玄抓走了呢？ 如今是不是天玄抓走了慕容郡主，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天玄国主死在五军之手，现在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。我本不喜战争，但身在其位，才知顺心意这三个字有多难。先生。 下雨，要徐康来弄。这场雨从昨夜下到今日，算是为顾时安与灵光王送行，是我应受的。先生，已经猜到了。此时你匆匆赶来，想必是天玄大战已经有了结果。天玄王不死，天玄不算败；天玄王若死，顾时安不会独活。 结局只有这一招，学生心中有些不安。你是觉得顾时安向我求援，我不派兵，是铁石心肠？学生不敢。没什么不敢，为师早已铁石心肠。天玄，你是穷途末路。 派兵增援，也是苟延残喘。灵光王心防已溃，只有一个败字。当断之时，便要果决。学生，受教。去吧，将天玄境内所有的士兵全部撤回。此役，我们与天玄一样惨败。想必那慕容离也该现身了。那慕容离一招失踪。 便惹得三伙开战，天玄一灭，自此他便再无敌手。眼前的敌人没有了，便会有新的敌人冒出来，更莫吃叛逃，其中必然少不了慕容离的推动。眼下他们都隶属南宿，我们就作壁上观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。